可能睡觉睡的。好像他的话特别多，就是语言多样性，不只是简单的那么几个音，而且他埋怨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讲了吧？你录到过没？嗯，是吧？那他以后也会跟哥哥一样很能讲话呀。嗯，是吧？你很棒呢。嗯，看着脚丫，我一看，看到你只在那里可爱的脚丫，叮叮叮，好小哟。真的，这个头侧面头跟 B 超里一样。B 超里照出来就这样。哦，还是困了的。嗯，困了的，看肚肚鼓不鼓，鼓不鼓？喝水奶吧。我就怕他已经很饱了，说不准他要喝多少。喝个水奶。先喝30吧。嗯。这肚子。嗯。好像想要起来的感觉。妈给拍拍。你这个不靠谱的爹，把这干掉了，简直是。你这人真是。